谢谢。 师叔，师兄师姐，愿你们魂归尘土，不再受到打扰。从西域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大寨一片断垣残壁，上墨千人全数覆灭，竟只有我一人独活。魂归尘土，不再受到打扰，人死了以后。 是不是就解脱了呢？不知道。不过，只要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那时我就发誓，定要找出凶手，为你们报仇。我必会肩负起墨穴传承，不让它在我手中断绝。 西域的葡萄酒殷红如血，是真正的甘蔗琼浆。在长安，可是千金难求。太傅，莫怪我奢侈。以此祭奠，上香。 活着的人好像比死的更加难受。香儿，你好像很难受的样子。嗯，他们都是你所重视的人。嗯，所以。 我会继承他们的意志，好好的活下去。
谢谢你，香儿。